十六个春秋，从旧金山、圣荷西到奥克兰，从海外生活到焦点新闻，从社区活动到华人参政，从无人问津的华人维权到僵持不下的火热话题，我们紧跟华人议题，关注华人权益。我们是大纪元新唐人湾区记者，从社区话题到华人权益，欢迎您联络我们。